来狠一个，还缺啥呢？哦，团个伙呗，养个手工这么内卷吗？这都开始做翅膀了呀，你要不呀？你太大了，给草莓软糖做多好啊，省料。皮卡丘啊，你学一下，这才是一只合格的宠物啊。皮卡丘啊，停了停停停，我眼晕啊，你差不多行了，你还是走可爱路线吧，选来选去也就你了呀。喷火龙升级，现在开始，树脂粘土、钢丝和钳子，先做出它的骨骼，像饺子皮似的呢，涂上颜料是不是好一点了？给这样整黑一点，有那么点意思了哈。但是现在有问题了，这个翅膀一斤重了，你能背得动吗？我觉着悬呀，啥时候去做的美甲呀？还挺好看的。哎呀，你给我看看，我们先大体看看比例啊。哎，这接上了翅膀，小火龙就进阶成了真正的火龙。作品的名字叫做《恶龙在石头堆上》，准备开始。呀。